家好，今日介紹一部 Yamaha 嘅 USB mixer， 咁啊個 model 咧就係 AG06， 咁就呢部嘢啱啱喺網購喺日本亞馬遜嗰買翻嚟嘅，咁啊價錢就平好多，喺香港賣成1600幾，咁而家圍起都係1200幾嘅啫，咁啊開嚟睇睇先啦。入面的 packing 是这样，有本说明书，好，我们拿了出来看看先，那里面还有什么呢？没了，得条 USB 线，那就没理会住那些东西，那开来看看先，那就包装都 OK 的，那就都包得挺好。哎，大家都看到了，很小部下，不错的尺寸。这部机有6个 channel， 慢慢我们再介绍一下先。就基本上呢，它就有两个 mic input， 大家可以看看。看得到，是。两个 mic input，有個即係俾我哋玩鍵盤嗰啲啦，或者博嗰啲琴啦。咁啊呢一組咧就可以博 CD 嘅 input 或者 MP3 嗰啲音樂輸入。咁啊仲有個耳筒嘅 handset 可以加埋麥。咁啊有另外一個 aux input。嗱呢度就 output 嚟嘅，咁就即係俾喇叭啦、耳機啦，同埋去其他一啲音響設備嘅 output 嚟嘅。咁啊，似乎呢度咧就有一個掣咧，就似乎係俾 PC 用嘅，即係話直接駁落去電腦度，咁啊變咗係一個數碼輸出。咁啊嗱，呢部機睇嚟個做工都唔錯，個 finishing 都唔錯，咁啊啲令掣都幾暢順下。咁我哋又睇睇後邊咧，嗱，睇睇後邊，嗱後邊嘅 output 位咧。就有個 USB output， 咁啊佢可以直接可以去到電腦啦，同埋有個好處咧，就係話佢可以直接去 iPhone 嘅 USB 線嗰個 Lightning 嗰個插頭嗰度，咁變咗我哋錄音咧就可以直接錄落去個手機度，咁可以玩到 Facebook 直播啦，或者影完段片可以擺上 YouTube 嘅。咁啊隔離咧有個USB 位，咁就係一個俾個歐，即係係一個供電嘅 USB 嚟嘅。咁我哋可以用火牛啦，或者所謂叫俗稱嘅尿袋嚟佢就得嘅。好啦，咁我哋遲啲咧，下一集咧就會直接介紹翻咧佢每一 part 嘅功能噶啦。好多謝大家。